Hello， 我是城市大学 Year One 的学生 Maggie。那相信很多同学和我一样，都有进入一些跨国公司的梦想。那在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就有幸参加了我们 department 搞的一个帮助我们了解并且进入跨国公司做 internship 这样子的一个 program。其中一个 workshop 就是介绍公司的一些情况，以及招聘条件，还有那些 employer 的想法。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提高自己，而且在 workshop 之后，一些同学就获得了 second interview 的机会。那我就觉得这个 workshop 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。